我真的火大了，之前活动好了，高级精英英雄碎片里吧，里面有帕尼亚碎碎。哇，这个标题长了，这个标题，天啊！还是我们从发展经济那边讲。我是希望我可以讲详细一点。到底是现在到底在搞什么？收取道具。到底是哪一个还没有升？等一下，他没有讲啊，他都没有讲，我现在缺什么？